我鸡腿嘞，在上面了。有没有给我留鸡腿？要。老肥他们又在弄鸡棚，看我得了几个百香果，他们都没得吃哦。我先尝看看，甜的，不酸。我还挺喜欢吃百香果，黄的更好吃一点，但是这个红的也很甜。肥妈，你吃不吃果嘞？怕酸不？这个不酸嘞。不吃，你尝看看。不是，你看看呗。不吃，不吃这个呀。阿姐吃不吃？你也不吃，甜的。弟弟拿了一个吗？啊、哦，他抱着睡觉吗？他抱了一个睡觉吗？嗯，没。哟，这个大包。嗯。肥妈要去榨花生油，然后老贝他们在忙，让我带他们去。这个能装吗？可以啊，叠起来。不是，但是装满了很重的，你要考虑好哦。装满很重，他们去拉不关我们的事。哦，他们也要去是不是？没有，他们后面去接，他们后面开皮卡去拉。哦。我们车子也拉不了。好。后面都还好多行李了。对。但是空箱子可以装。哦。换皮卡吧，他们太忙了，就不用他们跑来跑去了，是吧？对，开皮卡去就不用他们接了嘛。对，不然他们还要跑去那边接，还是有点远了，所以我们换皮卡吧。反正你开车也不是我开车，大不了我就躲在后面，我看好那一箱。你也可以开啊。我不要，会熄火。哥哥们，我要去榨油了。等会有没有人来接我呀？没回应，没有回应，比了半天没人理你。女司机上路了吧？肥妈不要怕哦，不怕的。我跟肥妈说，我说肥妈你不要怕哦，她说我不怕的，有安全带哦。两个安全带有，是怕什么？怕什么？她说又不是我一个人，还有你们两个呢，难搞不？那不是吧？是的。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我们开那个皮卡还没有人家开拖拉机的快。现在在追前面的那一辆那个拖拉机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拖拉机是谁。哥哥，等等我。你是要看拖拉机上面的小哥哥是谁是吧？我看看是谁。好吧。让下啦！我又是女司机，你不知道吗？拜拜。遇到女司机要让路。哇，进来这个味道好香啊！啊，好香的哦。嗯呐、哦，我们炸几袋呀、啊？一二三四四袋啊，五袋呀、啊。对，五袋在锅里面呢。哦。五袋在锅里面，五袋。五袋呀、啊。这一袋有多少斤呢、啊？一百斤。一百斤得45斤油。哦，100斤得45斤油。对。哦。这在炸花生油，咋吃起花生了？我要尝一下味道，尝一下味道。跟肥妈两个人花生嚼起来了都。请问我们要在这边待多久？要3个小时吗？咦，最少3个小时，最少2.5个小时。他说，2个小时，两个小时可以啊。那你要加油哦。没事，慢慢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回去都不用回去干活。炸好之后就在这边过滤了，然后流出来，现在这里面还有一点温度，余温还不是很烫。过滤后这一桶是陈立一个晚上的，这一桶是那个我们刚炸出来的。我跟你在干嘛？跟你妈我过来用干等待过红肥妈肥妈肥妈不要不要扛了我们。不是，我不跟他谈一点就行了。没事，有房哦。我一条也拿哦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
那花生菇啊，有啊。那对啊，那个花生菇回去可以种田，是不是？看你这造型。我说回去叫老肥给我加鸡腿，不然我不开心。好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在烤鸡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们养肥肥猫来榨油，他们竟然在家里榨什么烤鸡？简腾发给我的，太不够意思了。所以回去我说他要给我加鸡腿。你说我在这边等了几个小时，他们在吃烤鸡，我饿了都。不要搞得我整晚了，好吗？大家不肯打吧。好了吗？好嘞，我要去结账。老板说不要忘记结账。刚刚肥妈说忘记给老肥多要一点钱。是啊，我们去吃大餐。他们在家里烤鸡。就是了。老肥，我鸡腿嘞。在上面了。有没有给我留鸡腿？有。有就得了。算有良心，还懂得留着我们回来才开。去，你们再出去一带，都是牛的。你看你这什么造型呀？阿哥会打你了，你看那工作对不对？又一边下着雨。小黑，你是去采泥坑了吗？没有啊，主要是一边下着雨，知道吗？哇！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你说啥呀你？我都饿到不行了。哦，给我个腿腿。给我一个腿腿。馋的。真的。真的。吃它，他还啃了一个要啊，啃完了，然后说要，还要吗？